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来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183哦。OK， 我很久很久没出场了，我记得应该一年了吧。OK， 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台 Simon 非常少玩哦。来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这台，我觉得这台的话，以前的话啦应该很少玩，现在的话应该非常的值得玩了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它的迷彩的话很漂亮，不过 Simon 这次还是没买哦。我没有特别花那个金币去买它的那个最新的那个传奇迷彩，上面用的是一个依然是一个旧的迷彩。第一场的话西湖大师机房，然后中间型的话两台 OK 一台那么容易被集火的183哦，上面要往哪里走 OK 我没底哦。虽然说我玩了12万场，不过玩这种坦克的时候上面仍然是会还是会犹豫啊。来我们的 T100 跟我们的150这边的话是 互相绕路，然后 N60 那边的话，哇这个我、哦、不行，这个 N60 在干嘛 OK 哦，这个 N60 是硬上哦，它不应该硬上啊，哇天啊，来这边的话哎呦我天啊，在干嘛啊。我们的 T100 这边的话也真的是 OK 哦，完全不躲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躲。然后暴衣，你看这两台，哎，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乱来哦！开场不用一分钟，他们直接换两台，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来这台 T12015， 来我直接请他一个那个金币弹。后面来了一台183啊，哦，我完了，对，他会打一个高伤。来，上面往后退，哇，竟然让一台183打到我的那个屁股。我天哪，他们在干嘛？来追追追追追，我们赶快走位，他们的坦克全都被亮了，我应该是打不到这台183了。对，小班那边的话已经把他带走了，剩下三台你看那台183，他开了我一炮就直接被集火了。所以哦，现在玩183的话真的还蛮危险的啊，说真的容易被集火，然后你向前也不是，你等目标打也不是哦。14这边的话血量很多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15，哎呦来 Summer 开最后一炮挣扎一下前后只开了多少炮，只开了两炮就被带走了。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满分哦。14这边的话是一个满血，对，15这边的优势位，对，他要跑了，他再不跑的话他就要被带走了。所以重型坦克哦要玩的比较积极一点，你没积极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打成这样。来我们的暴衣，然后他们的那个百兔 OK， 现在是减伤害的时间了，对，下班这边的话输出就行了。9516这边的话再抓他们的那个 T12015， 他们的 T12015 是从头躲到尾哦，没有，真的是从头躲到尾，你看他的位置都是需要你去找他的，不是他来找你的哈。这个的话应该是比较偏新手的玩家，进攻能力会稍微的差一点。来这边的话，小伙伴剩下三台，也算是一个险胜哦，不算是一个碾压。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久违的183哦。建议研发吗？你有经验多的话可以，你如果经验不够多的话就是。自由经验有限哦，你可以先研发别的坦克。来第一场的话上面打了两炮1946，来进我们的第二场，他出了一个那个777的那个抽奖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玩哦，这台的话是很值得抽，算是现在十阶的重型坦克里面的新四皇。第二场的话 OK 有人，他仍然是排的很久，应该也是偏新玩家的场，22秒，然后9级14个人，然后10级60个人，他排不进去哦，因为很奇怪哦。我们看一下，34秒，34秒排一个海军前沿，三本不信，他一定又是那个匹配在控制我了。第二场的话，大师机房，中心型偏多。切一个金币弹，跟着我们的小伙伴上去，应该是打这一边的。然后他们有183、4005，还有一台那个大牛。
我们喊进攻。两台，两台在下面的位置。哎，这样的话 ，Summer 可以绕过去吗？他们有三台中心型哦。OK， 绕不过去。哎，他们的，哎呦，我天哪，大牛跟 S7 竟然走上面的位置，还有一台那个，哇，我天哪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过不去。我们的那个维克斯要没了，维克斯要被带走了。这边的话来，上面看一下，能打到他们吗？我被亮了，然后小班那边的话被带走，来随便开一炮，1200 ，OK， 不划算哦。OK， 我这一炮有打到，可是不划算。他们的大牛可以来强行吃我，来三尾要走位，大牛开了一炮，开了两炮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哦，哎呦我天哪，来4005这边的话打人打我没穿，我们可以打一下这个，来 OK 把他带走，不过我感觉这一场要输哦，因为我们开场的话太吃亏了。140走了下面的位置，大牛 S7， 然后小班那边的话 OK 140一过来我这边了，哦，他没发现我，哎，大哥对不起，给我打一炮，哎呦给我打一炮，400多，我天啊，跟我们的大牛干嘛下来， OK 140打我，往回躲Oh my god， 这什么局啊。OK 大牛这边的话过来了，来 Summer 开多一炮，我要被带走哦，还能再吃两炮，哎，还不错。来第二场的话有打到3000多的伤害，然后9001跟我们的100在逛大街哦。这两台重型坦克 ABC 是会玩的， BC 是 ECL 工会的，然后100这边的话跟9001应该是新玩家哦。来加油，跟他说一下加油，赶快打，加油。OK， 有，可以，来9001这边的话扛了一炮，100的话还在发呆哦。来加油，不要输，能赢的局不要输哦。100不敢上，满血的100不敢上。小班那边的话要面对 S7 183 ，OK， 183是美加工会的，他不过他是满血，哇，要小心。对，漂亮，先打他们的 S7。这两个大哥哦，呵呵，来183，183危险就是这样哦，你一摆头哦就很容易被集火，所以玩183啊，哎，上面还是不太建议啊。你如果喜欢玩那种强势的驱逐的话，183肯定不是首选了。这边的话来 BC， 这台 BC 是高手，可是他要小心。对，你看哦。OK， 哦，漂亮，来他们的140这一炮没有打穿 ，Nice， 来这样的话就赢了，这两台的话就有没有上都没关系了，对他要跑183要来抓他了，赶快上 ，OK 哦 ，Nice， 对 BC 很厉害 ，BC 是高手，然后小伙伴这边的话这个100不行，真的不行。Summer 打一台 ，Summer 把那个4005带走，然后 BC 带走四台，然后这两台重型哦，真的是不太会移动啊，移动能力很差、啊。然后 S7 这边的S7 的话要被带走了，漂亮，来，终于让他开到一炮比较值得开 ，OK， 他漂亮。183这边的话也帮忙开了一炮，所以这样的话查迪伦应该能带走，对，227可以 OK 哦，没有这台查迪伦这场绝对是要输的哦，不可能靠这个100跟9001。来第二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满分，遇到高手帮忙取胜哦，我们来给这台查迪伦一个掌，玩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Summer 打了一个3800，我这个的话来查迪伦给他一个赞，然后这台100，4000多场 ，OK 哦 ，Summer 就不管他们了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100，打了3800，来第二场的话也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，哇天哪，哎，我没按他自己跳出来，这怎么回事？来进我们的第三场战斗。官方的那个服务器最近有一点就是不稳定哦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
天气太热了呢，然后没维修，还是说他的设备已经老旧了？我相信小伙伴在玩闪击战应该都有感觉到了。来，你们这边的话拼不好的哦，或者是风暴很严重的，在下面留言告诉 Summer。Summer 现在的话基本上只有中午或者是早上休假才能玩，一到晚上哦，因为他的服务器会非常非常的卡。来，第三场的话，大牛叫我进攻哦，然后我这边的话，我们切一个那个高爆弹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帮忙刷一下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中轻型会冲锋哦，对他们会冲锋，我被亮，有没有搞错？我还被亮。这样的话要怎么打？我这个位置不是很好。OK， 来三本这边的话，我们走位看看。STB 在这边。OK，STB 被打了，我被亮。哎呦，来哟，再见！天哪，这什么东西？来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那台查迪伦。他是想要偷袭三门，然后他也很有可能成功哦。可是刚刚我下意识的把那个炮塔举高哦，然后我就按了那个开炮键，来，他很倒霉，他被三门无意识的带走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 CS63 哦，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强行打他。哎呦，我天啊，来刷你，我让你打，我血量比你多，我不怕你。我们还有意大利65跟那个什么 ，OK， 他要来跟我拼命啊！来 ，Summer 这边的话要走，我的121很像没有要帮我扛伤害的样子。OK， 他们回防了，我们喊进攻， 121可以进攻了。我切一个金币弹 ，OK， 漂亮 ，STB 被带走，然后 CS63 的话往后退。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赢了，然后这一台的话来，哎呦我天，我的炮塔，我的浮角不够，三本这一炮的话打去天空了，剩下两台血量很多的在这边，然后9101刚刚开炮了，268的话很像也开炮了，我们去打268好了，268要打我 ，OK， 两台都开炮。我们看一下可以打那个9101炮吗？哎呦，来哟，可以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赶快打他，他在我后面。对，赶快打他。然后这边的话剩下一台268，第三场的话也拿下了。268要抓，大哥对不起，我天哪，来上了那个窗田来不及，第三场也拿下了，运气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才查第一轮哦，没事，真的。真的不要去打183来三本这边的话，无意识的把他带走，运气满分哈。第三场的话打了一个2600多，哇哦，还是一个第一名伤害。然后这台查迪伦的话是没成功啊，来运气非常的好，发现零补助300，打了2600。OK， 今天的话嗓子有点痛，下班多多见谅。三连胜了，我们进我们的第四场战斗。我看一下 ，OK， 我这里的话要换一下，我应该换那个 OK 有工具箱哦，不然我那个履带被打断的话，我一下子就被集火带走了。Summer 每次都忘记啊，不应该用那个增强履带。基本上那个增强履带哦，是只有你在那个什么，你有两个大小修理包的时候，你才用那个增强履带，不然基本上清一色啊。哪怕你有大小修理包啊，你也可以选择用那个工具箱哦，加快你的那个修理速度。这边的话第四场的话是米德尔堡，没有中清醒，我们这边有一台耶 OK 哦，这种的话应该很好玩哦。小伙伴的话 45T OK， 来 45T 这边的话要进攻，他不上的话也要给一个那个视野，我们这边的话能打一个偷袭 OK 哦，这场的话算是一个优势局哦，能不能赢不好说啊，可是肯定是优势局，因为对面的话没有视野，没有中心型啊。我们的 45T 这边的话很慢哦 OK 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 45T 要再快一点，
哇，我天啊，这台四五 T 不敢点亮哎。你唯一的一台那个，哎呀，我天啊，它为什么不敢点亮？这个就尴尬了。OK 哦，给一台起重机去点亮，来不及了。对，对面的话来了两台了。Oh my god！啊，他不应该这样打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你看，哎呦，我天哪，完了！这台四五 T 真的是要你没用。OK， 哦，来，漂亮 ，Summer 被你看那么多台上，他没点到一台出来。Summer 这边的话，浪费了，吃了两炮。下面的话被打了，然后这边的话他们要上来嘛。OK， 漂亮，15被带走。然后小班那边的话 ，OK， 268要上来，来刷一下268，往后躲。哇，我天哪，这台四五 T， 这什么工会的、啊？哇，哎 ，VN 哦，越南工会的、啊，而且他们两台还是组队，哇，真的是服了他们。来这边的话是帅在另外一边，然后这台268的话要上嘛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上面的装填来不及。OK， 躲他一下。他应该是要来集火我的这一台，我们看一下能打到他吗？来 ，OK， 我刚刚往后退哦，俯角刚刚好，如果我没往后退的话，俯角是打不到他的。来这场的话能赢，虽然说这台是五 T 点亮点成这样哦，我们还是运气比他们好，还是赢了。这边的话一台起重机在我的身后 ，OK， 来这边的话给起重机来一炮重炮，啊，我天啊，打到他里带没成功。400多的伤害，小班那边的话剩下一台大牛，你没炮了吧大哥，赶快把他带走。哇天，完了，我要被带走了，他在装填。哇，我的天啊，来小班这边的话再装填。第四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四五 T 哦，因为这台四五 T 的话Summer要给他一个赞。为什么我要给他一个赞呢？ OK 哦，他竟然在有优势的情况下没点亮任何一台坦克 ，OK， 非常非常非常的胆小啊！这边的话来给他一个未积极作战，还好是赢哦，没赢的话肯定是他的问题。发现零辅助零打了1900，再没有任何，而且这是那个城跟山上哦，在没有任何中近轻的情况下，对方五台坦克上山，他竟然一台都点不出来。还好对面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不然的话这场的话肯定要输哦。来进我们的第五场，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的是一台183哦。第五场的话是一个大峡谷。哇 ，Summer 今天的场就有点痛，小伙伴多多见谅。大峡谷的话，我们往中心型偏多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两台183，对面的话一台。这样的话应该很难赢了，183太多，183太多很难赢，这是什么结论？来，我们再努力看看哦。STB 跟 T54上山了，然后有一台那个121的话跑去打一个重型坦克，这个就危险了。小班这边的话 ，OK， 50T 在这个位置。121在这边啊，来我们过去，没被他点亮的话可能有机会哦，打一个偷袭哦。不过183的机动非常的差，要偷袭的话也是很难成功啊，不太现实的感觉。 S8 那边的话被打了，然后121这边的话还没有把我点亮，我有机会抓到他一炮吗？他往后退了，他还没发现我在这边哦。来我们试看看那个 T54 很可爱。 T54 这边的话 OK， 我被亮了。 OK， 刷到哦，哎呦，我天哪，运气很好。这一炮是懵的哦。 OK， 我根本没等缩圈哦，因为来不及等，再等的话就往后退了。100这边的话往前上了，来我根本这边的话也要去帮忙。268的话要被带走，然后183这边的话是贴过去的，要打那台100。OK， 危险！来等我！啊，Summer来不及，Summer来不及上，来刷你一炮。OK， 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
配合 STB 哦，把他们血量蛮多的那个五十 T 带走 ，OK 哦，他没有来，哎呀漂亮，来第五场的话拿下了，他们的那个一百铺了一个寂寞，中轻型不打中轻型，跑去打那个重型坦克的线哦，这很夸张哦。OK， 日本的驱逐现在上了，不过他应该是来不及了，然后这台一百的话 ，OK， 来我们来打这台一百。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剩下一台那个 BC25T 哦，来这台的话也是很糟糕哦，轻型坦克打一个近距离，抓中轻型，抓那个重型跟驱逐打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机会吗？第五场的话拿下了啊！我天，来装填来不及。那台100是会玩的，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八公会的，差不到哪里去的一个玩家，然后被他们的那个小伙伴坑了，你看他还打了一个蛮多的伤害，2000多耶，然后被他们的那个这一台有去中间啊，这台 BC 啊 ，OK 有新玩家，然后还有一台那个50T， 没事不要开场就去近距离打一个重型或者是驱逐线，发现零补助零打了2288 ，OK 这场的话也拿下，现在是一个五连胜哦，一二三四五。1900，然后3800，2600，1900，然后第五场的话2200，来，今天是一个183进我们的 ending 场，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哦 ，OK 哦。很多小伙伴就是一直要 summer 玩这一台，不是 summer 不玩，是这一台的话真的，它就是一个娱乐型的坦克，你娱乐的好很开心哦，你娱乐不好的话，基本上你是带给别人开心比较多，而且以驱逐来说的话，它也不是说。首选的坦克啦，所以上面玩的是比较少。来，今天的话上面玩了，记得帮上面点一个赞哦。祝大家游戏愉快。Ending 场的话是米尔丹，我看我今天嗓子要爆了，拍上班也说话，然后下班又拍183哦。来 ，Ending 场的话是一个大十级房，对面的9001是跟 Summer 打招呼嘛 ？Summer 的工会的话，他刚刚好像是说 Summer 的工会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要小心。我看一下他们对面这边的话 ，OK， 小伙伴还没点出来。然后驱逐的话是两台，随便先开一炮。谢里登的话走了另外一边 ，OK， 那谢里登在干嘛？我们让小伙伴快速的点亮。三本不敢上，我也不应该上啊，在还没点亮的情况下的话不要上比较好，来我这边的话多开一炮，小伙伴那边的话已经上了，所以我们很确定哦，他们全都在城这边，我们赶快开一个加速过去，我小伙伴很危险的不行，停，赶快停， T9516 不能再上了，BC 那边的话被带走，然后查迪伦的话谢里登也在城里面，对 T9516 要退，不行不要上，对你们不要上，三本去做一个牺牲打，不然重型这边的话很危险，9101那边的话已经开始冲了，然后7201也冲了，哇这台7201胆子非常的大，来我们来打7201来刷你一炮，那样的话他就肯定压不过来了，可是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后面被回防了一下，我们赶快喊进攻，我天哪，来三本要吃他一炮，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老鼠，然后7201来7201可以先打，哎呦天哪，再见来不及挥手，他还想躲，然后老鼠在这边，小伙伴那边的话赶快上，我去吸引一下老鼠，老鼠走位了，然后68这边的话也走位了，哇 ending 场的话有点危险，开个加速去帮忙，谢里登的话在我正前方，哦不用，来大哥，哎呦大哥1000 OK 漂亮，这台4005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，三本甚至不知道他在这边哦，来小班的话陆续被带走，我们开一个那个肾上腺素哦，要赢的话要拼了，800来玩，来不及，Oh my god！ 来 ，Summer 这一炮还没穿，完了 ，Ending 场要输，太搞笑了！这个老鼠竟然还打不穿哦，
来完了 ，OK， 我只能再多开一炮了。这边的话，哎 ，OK， 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268打我没穿，漂亮。OK， 我要吃268多一炮。可是268这边的话在绕我，他干嘛绕我？他的那个装填应该是比我快才对。来来来，三本这边的话，我绕268，我绕268。哎呀，9001来干涉我。来 ending 场的话没人取胜哦，很可惜哦。哎，这场的话是妥妥能赢啊，只是说哦，我的那个中青型小伙伴哦，他们绕后绕得太里面去了，所以变成他们打了一个回防。所以我校班那边的话是后面被带走 ，STB 跟 T 一百，然后还有一台是谁？还有一台是那个5A 吗 ？OK 哦，他们不应该清那么快。我们应该是形成了包围的那个姿态，可是小班后面的话被强行带走，来 ending 场的话打了一个2700啊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水太极 STB 啊 ，STB 的话跟5A 嘛，然后9516这边的话开场捐了很多的血，来 ending 场的话没能取胜，发现零补助零打了2700的伤害 ，OK 哦，今天的话跟小班们玩183。总共是5胜1败哦，希望小伙伴们看得开心哦，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这边的话记得帮 Summer 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 Summer 制作影片的动力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